WCV 常规赛四川对阵上海，比赛来到第三节了，64-33，四川队领先31分。孙梦然又是一记三分球，四川队这边主力估计再打一会儿就得全部撤下了，已经领先34分。李梦已经下去休息了，刚好还能再看一会儿王思雨。这球应该是封盖了。篮板球，最后是高宋的掩护，给到底角孙梦然三分球，是真好啊！这次弹了一下没进。掩护完在弧顶，马上又杀到了篮下去抢前场篮板。上海宝山大拿起球还人。上海队还是调一下高宋的中投打进。你看高宋的动作呢，就是这么使用啊，最简单的跑动的线路，也是最有效的线路。目前呢，高宋已经拿到孙梦然的篮板，又是王思雨推反击，漂亮，给高宋，好球，这是4秒钟的一个快速的反击。只用了4秒从后场篮板拿下到，上海队这一节就靠着潘雪梅持球突破来得分了。这节不过九号潘雪梅打的也确实是不错了。打一个转换进攻的这个上篮，被孙梦然直接冒掉，但是落地的时候啊，应该是这个孙梦然和高宋两人同时下去休息了。碰硬的磕了一下，主力队员也就剩王思雨一个人了。哎，这是球场上对手之间磕了一下。这家冲的有点猛啊，和孙梦然是有个碰撞，这家两人都感觉撞的是比较疼啊，应该是问题不大，比赛继续进行。这个球底线球发的直接被抢断了，又是王思雨，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传球啊，不愧是女篮第一控球后卫。王思雨这个习惯特别好，运球的时候不断观察队友的位置。调一调，或者至少是连着送出了两次助攻，要提振一下。还是潘雪梅，那这边王思雨又是一个抢断啊，应该又有助攻了。果然，王思雨再度助攻，队友得分，连着3次助攻。刚刚叫了个暂停，回过头来之后呢，又是出现了失误。这球，压了底线了，给了四川队的球权。其实刚才上一个失误呢，就是在这个区域运球。王思雨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分，看看这场比赛，什么时候能得分？不知道第四节他还打不打了。所以呢，目前这个，哎呦，这个球，结果欲速则不达呀。四川远大美乐也球都没拿稳，最后失误了。比较意想不到的失误，胸中一，王指导这眼神啊。也是要吃人的啊，呵呵，打个最后7:04的时间留给上海队发底线球，直接发出边线，也是比较不应该。刘帅机会不错，中投不中，最后3秒钟后场扔一个吗？不扔了。三节结束，四川队领先42分。33，三节胸中一和素莹莹。第四节比赛开始，果然四川队第四节上来就换下了全部的主力球员，第四节彻底沦为练兵时间。我们女篮的球迷，他们喜欢的球员呢？上海队还是连续转移之后的三分球，四川队有反越机会。这边苏莹莹快下上篮，轻松再拿2分。即使是全主力，感觉上海队也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给梁立文再来做侧翼，全替补创造机会，三分球，潘雪梅三分还是不进，打出来了啊！这个战术也是打成了，只是最后没有能够投进。会给护顶李双飞，林清荣自己持球打吗？再给到李双飞的中投有了，
被封堵之后啊，我觉得啊，还是说，即使四川队是全替补，上海队也是占不到任何便宜啊。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了，就整个夏天的这套替补阵容也比大多数球队的首发都要强。补强，同时呢，我觉得对于四川队来讲，他们在全国锦标赛呢也是拿到了冠军，包括三日篮板球呢也是最后李双飞拿到。但是联赛和这两个锦标赛还是不一样的，它的赛程更长，那么对手的这种复杂程度呢？苏云燕转移到肖童，特别是在不同的位置都要有扑进来上篮不中，甚至两套半三套这样的人员的搭配，才好应对不同特点的对手，尤其是有针对性的要和季后赛乃至总决赛的潜在刘帅之间的位置上的这种三分也没进，苏云英篮板球，人员的安排、对应的训练、对应的战术的打磨等等。哎呦，这球这个球回传被抢断了，没有能够踩上点儿。上海队，上海队这边终于得分了吗？对抗之后，好球啊，不容易啊，拿下两分。